歡迎收看多倫多網上電視，我是文世昌。我今天的嘉賓就來自香港的新劍郎先生。新劍郎先生，我們叫你應該是田哥。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叫我。我們在香港見過面，我知道你真的很熱心就推動粵劇。那時候我們香港又搞一些粵劇之家，又在高山劇場，希望有個固定的地方，即方便大家演出。今天香港是不是有高山再上高山？是不是可以上到黃山啊？嚴格來說呢，現在高山劇場呢，政府的政策，即康文署的政策呢，就是將它是標榜了是一個看戲曲的場地。okay. 即包括其他劇種，即除了粵劇之外，廣東戲又有，京戲又有，或者潮州戲啊之類的東西，總之是戲曲的東西，傳統戲曲的東西，都希望大多數擺在高山劇場中。你覺得這個會不會是一個粵劇的復興的時代？可不可以這樣說？怎樣說呢？復興即是我意思說，以前是很好的，即是我們知道那些大老官的時候，有個時期呢，就因為很多人有不同的興趣，現在這幾年又好像有個這樣的很蓬勃的現象，這個 你覺不覺得？你作為一個老官，你自己感不感覺到這個時間你是最好的時間？其實是一個好的時間，或者不是一個最好的時間。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希望會更加好，希望會更加好。咁你話想回復翻五六十年代嗰個環境咧，我相信就風光不再噶。點解咧？因為香港人回歸咗之後，嗰個認同中國啊，認同中國文化，係咪會容易過以前咧？認同中國文化就歸認同中國文化。咁始終我哋都係要面對群眾嘅，呢一樣都係一樣商品嚟。我就不嬲都睇呢一樣嘢係一個商品嚟嘅，就唔可以當佢一個藝術品嚟睇嘅。藝術品只可以入博物館嘅啫， yeah. 即係你要向群眾交代，面對觀眾，觀眾買飛入嚟睇。咁實際上而家觀眾嘅取向同埋觀眾嘅選擇係太多啦，包括好多免費娛樂，電視有咁多個台，咁啊俾少少錢嘅有俾錢嘅台，咁亦都有好多嘅選擇㗎，例如卡拉 OK 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咁你唔要求所有嘅人去入去睇大戲、睇粵劇，即係我哋同我哋童年嘅時代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冇乜嘢選擇。你唔睇大戲，基本上你可以講話冇娛樂㗎啦。咁啊喺屋企教個《麗的呼聲》都已經係一種奢侈品嚟嘅，有個原子粒心機就好巴閉㗎啦。咁點可以咁相提並論啫？咁你覺得如果作為好嘅，好喺邊度咧？而家即係我哋覺得而家係譬如你又開始做好多新嘅嘗試啊。又編寫劇本啊，又同汪明荃女士合作一啲新嘅《蝴蝶夫人》啦，咁呢啲都係一種以前未見過嘅現象喎。其實喺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好樂意去嘗試新嘅品種嘅嘢，因為我大膽又得嚇。傳統嘅嘢，我好中意保留，所以我哋睇我嘅近年嚟嘅製作咧，我有好多傳統戲，例如何池影美咧，呢啲係傳統戲咧。例如以前的七言卷呢，甚至西河會妻呢，醉斬二王呢，這些是很傳統很傳統的廣東大戲。這些是你說的大戲是全晚做一出的，是即是成晚一晚唱劇來的，唱劇來的。那也都我嘗試新的東西，例如我搞的妻嬌妾更嬌，例如你剛才提到的《蝴蝶夫人》是一個時裝的大戲，即是Puccini的歌劇，是的，即是將它移植了過來大戲。但我好強調呢一個係大戲，唔係歌劇。成唔成功係有鑼鼓嘅。你覺得開唔開心啊？做呢樣開心，非常之好。亦都係可以講話係叫好叫座嘅。即係咁又令你仲有興趣再做同類嘅嘢喎。即係話做一啲新嘅嘗試喎。新嘗試我一定會，新嘗試我一定會。但係時裝粵劇，即係例如好似《蝴蝶夫人》呢一類咧，我覺得咧就係偶一為之嘅啫。佢呢個唔係一個主流嚟嘅，可以講。亦都唔係你最專長嘅嘢，會唔會？因為我知道你好細個已經跟名師，即係學藝啊咁樣，即係吳公合啊，又加上好多個唔同嘅。許君翰教我北派啦嚇。北派啊咁啊。講下你以前嘅嘢，同先講你而家好嗎？講以前嘅嘢先。講少少啦，講下你少少以前。其實咧，我學藝咧就好偶然嘅。咁啊，讀緊小學嘅時候咧，咁嗰個時候我正話都講過噶啦，咁啊冇乜嘢娛樂嘅，睇大戲，跟住老豆老母睇大戲。咁啊，細路仔咁中意，梗唔使講啦。咁啊。翻屋企啊冇啦，不如我老母就話不如學下啦，玩下啦。其實咧就係點個心態咧，係好似而家啲人讀緊書嘅時候學一門
吉他啊、芭蕾舞啊或者之類嘅嘢。最緊要中意喎。係啊，咁我就去咗學大戲。其實嗰陣時係玩嘅，玩嘅性質係多過任何嘢嘅。咁一路咁漸漸漸漸玩下玩下，就覺得自己真係有興趣。真真正正即係從事一個全職嘅個時間開始嘅時候點樣？好辛苦㗎，好辛苦，好辛苦。即係個成長嘅歷程咧，係都一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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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上去。嗰段嗰、那個階段嗰、那個過程，如果你唔係真係好中意呢個行業，好喜歡呢一樣藝術，你係冇可能堅持。你唱同做你自己可唔可以講少少咧？唱同做你邊方面係你嘅先開始嘅時候最其實一齊嘅最艱難嘅邊啊？其實唱做都係一齊嘅，一齊嚟嘅，一齊去學，一齊去做。我成日都講一句，喺舞台上嘅經驗就係最好最好嘅課程，即係任何老師或者師傅都教唔到你。好多人唱得好好，但係佢唔識做喎。咁啊，呢個係另類嘅。嗱，我其實粵劇粵曲以前係分開兩樣嘢嚟嘅。咁有啲人係單唱嘅，例如以前我哋啲前輩啊，徐柳仙啊、小明星啊呢一類嚇，崔苗枝啊、冼劍麗啊呢一類粵劇就。包含了演和唱和做唱念做打有名伶如好像薛覺先生啦新馬師曾先生啦何非凡先生啦都是兩類嘢嚟嘅但唱和做呢一流的時候就艱難更高啦可以係咁講嘅可以係咁講仲加埋仲要即係嗰個你個深度啦係咪而家你可以譬如我哋今晚有機會聽到佢睇到呢啲戲譬如好似呢、這個十晝嚴嵩之寫表啊，呢啲就唔係好多人做到嘅。呢啲比較上個年比較個年紀啊，深度啊，即係個陽光氣重啲咧，嚇個張力比較大啲啦。個男女都好要求好高嘅。呢啲戲就比較要求嗰個演員嘅表演咧，就有啲咁多嘅深度啦。其實咧做戲咧，我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喺個心嗰度。個心。呢樣係最緊要嘅，唱嘢都係。咁我亦都趁呢個機會咧，同加拿大嘅朋友講一句啦，即係有心學唱嘢嘅人，即係唔好單係練把聲去唱嘢，係應該用個心去唱嘢。聲線咧，只係你通過你嘅聲線係一個媒介去交代嗰個故事，個心係最緊要的。你講個心啊，田哥係咪即係有啲感情？係啦，有佢要你個角色投入嗰個角色。你個角色，比如你未唱之前，你要知道你個角色係文嘅，或者係武嘅。你係一個將軍同一個小生，即係一個文質彬彬嘅人，講嘅語調都唔同啦，或者係一個好粗豪嘅人，講嘅説話亦都唔同啦。咁你要首先把握咗呢一樣嘢，同埋你嗰、那個每支曲都有個曲意嘅，即係嗰個意思係點嘅咧？係悲啊，係喜啊？因為是激昂呢那你放在我心裡那你然後才會唱到那個感覺出來否則的話你是單是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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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了一些字出來譬如你說是海瑞就嚴嵩那樣、嗯、一晚發生的事那個感情的流露啊曲折啊嗰啲嘢其實都很不簡單還有跟太太的要那個內心矛盾啦、啊、你要預咗去就他呢、嗯、就基本上九死都冇一生噶啦，咁、嗯、你點樣同家庭去交代呢件事呢你有仔女、嗯啊、你有太太，咁、嗯、你撇低佢哋唔理，就只為一個終字，係、嗯、值得抑或唔值得呢咁、嗯、你都要睇下個太太、嗯、接唔接受呢一樣嘢得㗎。即係做呢個戲之前嗰個要求咧，即係要了解個嗰個劇情嘅需要咧。對很多唱的人來說都很重要即是尤其是他沒有機會沒有機會加穿戲服啊化妝啊那個難度很高、啊可以是這樣說的即是因為你要利用你的唱去表達了所有的東西嘛、啊、我又想跟你談談你關於你的過程你剛才說到即開始的時候很艱難也、啊、都要要求即唱和做、啊、都要很好、啊、那你那個過去那麼多年你參加過很多不同的劇團、啊亦都有組班啦、嗯，講下你啲愉快經驗，又講下你啲即係痛苦經驗得㗎。有冇啲特別愉快經驗啊？愉快嘅經驗咧就都好多嘅，都好多嘅、啊。當你搞一個製作或者演一個戲啊，因為我自己除咗演戲之外咧，我都搞製作，我有編劇。咁如果你呢個製作得到別人哋嘅認同，你嗰種滿足感咧，
就是強過任何的金錢都是買不到的。有沒有最滿足的戲本？其實呢，我很滿足在我每一次的演出的。特別的特別哪些有沒有呢？即是我們希望有些人永遠記得你，這個就是你的東西來的，這樣。可以是這樣說，我第一個製作，第一次我自己製作一個戲《血濺紅燈》，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戲來的。這個戲呢，就是利用了中國內地的樣板戲《紅燈記》，移植了過來做古裝戲。咁呢個咧，我做完之後咧，我好開心，即係呢個係我第一個一手一腳製作嘅戲，創作嘅戲。咁咧就觀眾亦都中意，跟住就重演，即係我諗都從來冇試過咁快就重演嘅戲噶啦。即係我唔記得係三月份，因為四月份做，跟住呢個唔係好近嘅事嚟嘅。哦，呢個都好幾年噶啦，應該係98年嘅事嚟嘅。嚇，咁隔了大約半年到重演。有沒有戲寶你特別即經常即不單止自己喜歡觀眾都很喜歡？如果你問我自己很喜歡演的一個戲，演的一個戲，我是很喜歡白兔會。白兔會我很喜歡這個戲，劉志遠那個。劉志遠是的，即是原曲的一個成曲，是的，是很有名。其實呢，我們粵劇叫劉志遠，其實就是你看回那些舊的文獻，就是劉志遠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咁我都好中意戲劇嘅，所以同你傾起特別投契咁解。你都好懂呢樣嘢，我知。我聽你講我知嘅。我哋喺香港咧，即係覺得推動粵劇係一係好似義不容辭咁啊，但係即係嚟到呢度加拿大咧，有咁多人即係中意粵劇咧，又能夠請到你過嚟咧，我哋就好難得有咁嘅又以福眼福嘅。咁又唔好講得咁誇張喎。唔係，呢個好少有，即係呢次你哋嘅即係能夠嚟咧，唔係自己話即係興趣嚟嘅，就係話。要有個即係推動粵劇嘅，即係有個熱心人啦、啊，心人啦、啊，羅先生嗰啲，係啦，好似今次嘅，係啊，我聽講話佢好似出年啲仲會同你繼續嘅合作，出年都仲會再嚟，係啊，仲做個即係全套嘅大戲喎，係啊係啊，呢個仲難得啦，係啊係啊，希望你出年都會嚟捧場，又話好似好多人添㗎，好似仲會多啲人，仲多人，即係嗰啲帶嚟嘅人唔單止係兩個老官啊，仲好似多啲嘅嚇，係。咁我哋講少少其他嘢啦，即係你譬如你又做個話劇啊咁樣，係啊，呢啲我都未聽過喎。即係聽下講下，你聽你講下嚇。好偶然嘅嗰次咧，就係、是、因為我喺香港藝術發展局咧，就係、是、戲曲組嘅委員嚟嘅。咁同組之中咧，就有啲係話劇界嘅人。咁有一次佢哋搞一個戲，佢哋一個劇社咧就係、是、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嘅。咁佢就搞一個戲叫做《袁崇焕之死》，就講袁崇焕。忠臣嚟嘅呢個，忠臣，佢係凌遲刺死噶嘛，咁係其實就個名叫做袁崇焕之死，但係個戲咧基本上就圍繞住佢死後所發生嘅嘢去做。你做咩角色？我係做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嚇，咁我就做咗呢個角色，咁我自己都覺得幾好玩嘅，幾有興趣。咁我亦都係嗰次係第一次做話劇啦。係咪仲有一次做一啲叫做咩一個人嘅劇場？獨腳 show。嗰個叫做講幾句獨腳 show， 就俾40分鐘左右嘅時間，大約45分鐘或者40分鐘。你一個人做嘅啫，只可以一個人做。你出去做啲乜嘢？佢唔理你。係咪有啲好似西人嗰啲咁嘅即係即興咁啊？又唔係即興嘅，我係 plan 好嘅。有 plan 好。其實個個都係 plan 好嘅，即係同一晚嘅演出咧係有一個英國嚟嘅。舞蹈家，有一個在南京嚟的昆劇演員，咁佢個昆劇演員我記得他係做一場林沖夜奔嘅，咁另外仲有一個係我唔記得係，有啲人我做咗兩晚嘅，有一晚咧就有一個歌唱家嘅，有一晚又另外一個我唔記得係乜嘢嘢啦，好似係嗰啲話劇嘅 one man show 嚟嘅，有一晚就係、是、香港嘅都係，咁我做咩嘢咧？我係一個粵劇演員，咁我記得我嗰次我就諗咗一個。題目咧就叫做唱談粵劇，就唔係話暢所欲言嗰個唱，係唱歌嗰個唱。用唱歌嘅方法嚟到。用唱歌嘅方法，用即興去，我用一段木語，我諗你清楚我哋乜嘢嘅木語啦，即係嗰啲清唱嘅木語嚇、啊，去答觀眾嘅問題。咁、哦、我亦都將嗰個成個 show 嗰個包裝係一個唱念做打嘅包裝，即係唱係乜嘢？做是什麼，念是什麼，打是什麼，做完之後請觀眾提問，我用唱去答他們，那個show我覺得都挺成功的，挺開心的，我做得挺開心的這些東西。你又寫了劇本，你有沒有計劃寫一些新劇本？
嗱，我就何池影美係我第一個一手一腳寫嘅劇本嚇，咁呢個就係應該係2001年嘅事。咁我嚟緊九月份咧，我翻香港就會演一個劇本，叫做《碧玉簪》。碧玉簪，即係呢個係一個上海粵劇一個好出名嘅戲寶嚟嘅。我哋都睇過。咁我就會寫一個廣東版嘅，寫好㗎啦。其實應該。其實你覺唔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做咧？即係有啲係即係我哋叫 cross fertilization 啊，係，即係話你喺啲好嘅粵劇。關漢卿嗰啲都可以搬過西即係北方，北方有啲好嘅傳統嘅精華，我哋又可以搬過去。外國啲音樂都有 remix 啦。係啦，你譬如你話牡丹亭咁樣，真係你睇昆曲嘅牡丹亭，睇粵劇牡丹亭有唔兩件事嚟嘅，兩件事嚟嘅，但係各有好處嘅。所以我就講咧，上海粵劇嘅《碧玉簪》同我而家呢個廣東戲嘅《碧玉簪》係好唔同。嗰個會唔會個主角係女嘅？女嘅，個主角係汪美荃小姐。哦。咁啊喺9月18日會喺香港首演嘅。哦，咁啊，羅家英會唔會呷醋噶？我呢啲我唔理佢噶啦，呢啲係佢嘅事啦，佢哋嘅私人問題我唔管不着，管不着。你同佢即係唔單止寫俾佢做啊，仲係即係同佢合作噶嘛？不過我諗問題不大嘅。好笑啫，我講笑啫。咁我同佢哋兩個即係羅家英同埋汪明荃都係好好朋友，私底下好好朋友。最後問埋呢個問題啦，你有冇收緊徒弟而家？冇。點解唔收咧？因為你一到咗咁個階段嘅時候，你啲精彩嘅嘢要傳授嘅喎，即係等於你傳授人，你自傳授自吳公俠，咁你都要有個徒弟啊嘛。隨緣啦，即係呢啲嗱，我哋或者我傳統啲，粵劇界係有兩個制度嘅，一個就叫師徒制，就師傅同徒弟，呢個係唔涉及金錢上嘅交易嘅，即係譬如我中意你，我收你做我徒弟。我係，其實好多人跟你學緊嘢嘅，而家係嘛？冇，即係人，即係唔係拜師嘅啫，但係都學緊嘢㗎。咁呢樣我就唔清楚，即係師生制係另一回事，就係涉及金錢教育嘅。你俾錢我教你，咁呢樣我又更加唔想，暫時嚟講嚇。徒弟咧，或者我唔敢講，我一定唔收。遇啱一個我自己真係好喜歡、睇得上眼、覺得佢係有潛質嘅，咁大家嘅緣分。亦都有喺度嘅，我絕對唔會排除呢一樣嘢。但係嗰啲粵劇學院咧，跟你學嘢嗰啲咧，嗰啲嗱，所謂粵劇學院就係師生制嘅制度。但係你都有去教下㗎嘛？我會去講下學，要人哋即係我唔會去做一間學院去教人。即係譬如話，你有某一間學院，好似演藝學院咧，香港嘅 APA， 佢有粵劇班㗎嘛，佢請我去講學，我會同佢講幾堂。我唔買呢樣嘢。你而家個角色有冇定型㗎？而家？有冇話你而家有啲人即係我係一個蘇生，我係一個文武生，我係而家有冇定型？即係你自己想定人哋觀眾幫我定乜嘢型，我唔知道。但喺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咧，我係一個演員，全面嘅。我應該係我能夠做到嘅嘢，我就去做俾觀眾睇。我而家時常都做掛蘇，時常我都會做文搶嘅嘢，時常做武搶嘅嘢。我亦都做過鞋角，即係包括係小丑類型嘅嘢、小花面嘅嘢、畫花個鼻啊嗰啲咁樣樣。我能夠做得到嘅，我會去做，我絕對唔介意。即係全面。嗯。但係全面得嚟，仲有啲會唔會年紀大、潛影大啲嘅時候，又可以再將佢專長啲做某個角色？呢、這個就睇將來嘅機遇啦。不過我覺得你而家仲係高峰期嘅。變咗你仲唔需要話咁快認住咧？多謝你。咁我今日好開心啊！即係同你喺呢個多倫多呢個地方咧，就係偶遇啦，可以講啊。我見到報紙知道你嚟，咁我要求做個訪問。今日我好滿意啊！多謝。希望你會滿意啊 ！OK， 今晚嘅演出成功。多謝多謝，留喺度睇戲。好啊，阿劉，再見。